点击出征，开启。传令下去，焚烧宫室，抓捕富户。董贼实在可恨，朕的西凉兵再强，主公不必担心，讨卓联军已离此不远，此战必有援军。让我来将这乱世搅得更乱吧。剑指苍穹，主公完成，点击城谱，训练材料可用，武将进阶后可得天人日。如今各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，我军也不能落后，主公可一路继续追击。点击出征，开启这。力断迎敌，点击出征，力断迎敌。如临推进，挡者披靡。大哥好身手，敌人已处于寒冷状态，小弟的星象技正好。两位小将军武艺超凡，真叫我大开眼界，不知可否入我军中？适才观战，已知将军乃英豪之士，不愿追随左右。得此良将，真如虎添翼。大哥，听闻父亲已前往洛阳，我当先去追寻，你且随此位将军作战杀敌。破阵杀敌，愿效。恭喜主公，恭喜主公又。请主公去点击关屏，可点击放置，点击扫训练材料，武将进阶，如临推进，挡者披靡。点击出征，开启征战。看来此战甚为简单，主公无需动手，我们。如临推进，挡者披靡，力断迎敌，遮天掩日。恭喜主公完成任务，吾乃温侯吕布是也，尔等速速下马受降。三姓家奴休要猖狂，你刚为孙坚所败，怎地还敢迎战我家主公？好你个匹夫，待我取你项上人头。无敌最寂寞，把我下无敌。如临推进，挡者披靡，力断迎敌，遮天掩日。今日连打了几场胜仗，倒是收复了些城池，只是天下之大，主公不要心急，天下共有14个板块，
咱们可以先去看看各板块的收复情况，才好定之后的攻城大计。不错，此处能一览所有城池的收复状态，如此一来我也好制定行军路线。不止如此，朝廷近日下发诏令，凡能收复失地者均可获赏，主公攻城时达到一定星级，请主公领取。主公，每收复一定数量的城池，还可以领取额外的封侯奖励。